肉质细致鲜甜的帝王蟹脚与有山中黑珍珠之称的马告山胡椒一起大火翻炒，这道超霸气又澎湃的芙蓉椒香帝王蟹一出场，瞬间成为年菜桌上众人抢攻的佳肴。年关将近，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到饭店围炉已经是常态。新竹这家饭店业者推出的围炉飨宴就大受民众回响，不仅除夕夜一开放就订满，剩下不多的桌次也正被热烈询问中。初二目前的话，我们这边的话，目前包厢的部分的话有两间，那它有一个是五桌的，那另外一个是大概两桌的。那小吃的部分，因为现在疫情有升温的状况，所以它目前都是在观望当中。询问电话非常多，非常多客人都要。那现在就在看说桃园那边的状况如何。如果说它是正常的话，那这些客人他们会涌进，那基本上应该会跟去年一样，大概现场都会有个20桌左右这样子。除了现场品尝主厨的精湛手艺，业者也在今年首度推出限量外带年菜，集结饭店内各厅主厨的拿手菜，推出手作辣味萝卜糕、玉丝樱花虾米糕、美式炉烤猪肋排及荷香草神牛等四道料理。其中配合牛年独家推出的荷香草神牛，这次可是首次现身，限量100份，有兴趣的民众可得手脚加快。和风草神牛这道菜，那它这个东西的话，目前在新竹地区是跟我们的神仙鸭富贵鸡一样，是新竹独卖独有的。那有别于其他地方，那主厨他用他私房的自己的一个配方去卤制这个带骨的牛小排，它基本上是还没有上市的一个菜。那因为今年刚好是牛年，所以主厨这边特别就是先让它抢先上市，让广大的这些客人可以去享受这一个经典的佳肴。那之后在年后，我们也会在正式的菜单里面会去做推出。那目前的话，以外带来讲，它12888是一个优惠价，给客人尝鲜使用。我们这个是荷香草神牛，为什么我们把草神裹在牛小排上面呢？就是因为我们长时间的卤，不会让它散掉。第二个也是增加它的美感。然后我们选用的是带骨牛小排，整只的牛小排没有切过的，就是卤得很烂，就是很绵密这样子。外带年菜将从2月1号起开放民众预订，由于是首次开卖，业者表示将用高贵不贵的价格回馈给消费者。四道年菜每道不仅只要280元起，甚至还可以单项购买，十分弹性。凯波新竹简淑琪采访报道。